喂？不是我，我他妈什么都看不见，眼镜坏了，我撤。女没六啊，女没六抓不了。反击风暴，这波要打到底了，直接开大了。蓝宝没闪，那就死呗。把他们开的。哎，上路还要再越，以军座给一枪，给两枪，直接秒了。哎呦喂呦喂呦，好色啊！哎，钻上来，有狐狸有大的，怎么说？往右上角拉 A 一下，再钻过去。巫女没伤害啊，冰女一直定，但是没什么用。狐狸还刷大，泽利 fly 过来，呜！这是呵呵呵，到底是哪个队啊？呵呵呵，不会是弹幕队吧？我压你温，怎么把把被别人八分钟领先八千，真没道理。我说实话，不呦，不，他这个比赛，他这预选赛不是都是打进来的吗？他打进来的队伍不可能这么抽象吧？他打上来的怎么能这样？找他昨天也在被狂虐。而且他是被狂虐，他还不是和别人打完就打着打着被虐了，就他和别人没有博弈，他是直接记了。哎呦，又肿上来！该摸他妈的二十分钟，你给个大，20分钟两万金，只发挥了2万金对吗？这个是对，应该是打 YM 2万金。我本来昨天本来以为是 YM 巨猛，就虐这些队像虐犬，然后结果好像不是，纯在搞娱乐。来，我鲁斯吧。过来，金嘴金刀，那就再死一次呗。怎么说？和自己昨天的自己进个速，看看是昨天被领先的大，还是今天被领先的大？老子昨天18分钟被领先2万，老子今天要超越自己昨天的记录。斩金嘴儿，我要亲个嘴儿。蓝宝只有100块，他一个蓝宝只为对面贡献了100块。狐狸再上来，逮不住无所谓，赶紧推塔，推塔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经济差。右边能否突破自己经济差的极限的记录？下路塔再推，再来100块。中路主女要死吗？看一下 ，OK， 主女死了。每个人吃点助攻，再把男枪的寻宝触发。OK， 再触发一个寻宝。现在16分钟，经济差19000。现在经济差怎么说？冰女打自己，会有贾克斯肿上来，先杀一只娜美。说中路塔快推，17分钟，很急，很急，很急。先把塔推了，别虐犬了，杀人没钱啊！现在还被闪躲了，中路高地塔推了，也才来到2万，坏了，这一把好像没有办法破上一把的记录了，只是和上一把持平。你中塔吗？快快快快快，很急！4、5，撞一个，撞一个，撞！恭喜 LYA 直接破哦，他们还没破记录，18分钟还是2万。这到底怎么样能被人打春天的呀？可惜，只能说可惜了。玲珑塔还是没有破上一把的记录。能送的啊，玲珑塔肯定一直有人说，别送，别送，别送玲珑塔。我是泽利的被动。哇！怎么破啊这记录？是，这局是哪些人啊？到底我也不知道，呵呵呵是哪来的呀？哈哈哈，不是，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？最夸张的是问弹幕董哥都没有一个董哥能说这个呵呵呵是哪的。哈哈哈，我操！我平时感觉弹幕董哥挺多的，这真别尬，真想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。他妈一直在那里说红花会，他妈肯定这有点脑子都知道，肯定不是啊。
他妈天天在这里搞尬的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这里的，看一眼 ，K 还是的，哎，他是这里的，哦，李淼说了，是哪个队？我惊呆了，我看了一眼你们存在搞尬，真没懂哥，我太夸张了，是这个呵呵呵是 KS 的，我操！